大轿，12月16号到24号。哦，今天11月27号，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，丙申年哦，太子宫庙要举办罗天大轿，罗天大轿，规模不会亚于前几年的南昆生2014年吧。南昆生呢，戴天虎罗天大轿，号称台湾第一大轿。太子宫也要办那么大哦。嗯